刺激战场已经下架很久了，那么现在打开还能不能玩？我也是非常疑惑，所以我找到一部旧手机，里面还有一个安装包，就是刺激战场。下面我们来安装一下。可以看到已经安装成功，下面打开试一下。哦对了，我还差一个关注就突破1000粉丝了。这边提示要更新，更新之后我也是来到游戏里面，发现里面还有年兽模式，我也是开始了一把，下面一起来看一下吧。